Longman Taijiquan, 古称 Longman Mianquan, 简称 Longman Quan. 据传, 该拳是全真七子, Qiu Chuji, 以老子道德经, 虚其心, 实其腹, 弱其志, 强其果, 为内修法, 以不敢为天下先, 不战而善胜, 人皆取先, 己独取后,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迟, 为外修法, 首创于陕西省龙县, 景福山龙门洞。 龙门拳流传于世的主要有龙门太极拳一路、二路、三路、四路和三十七式等五种套路。丘处机还丹拳主要有天仙拳、地灵拳和人环拳三种套路流传于世，还有刚烈勇猛的龙门短拳一路和二路拳。 主要器械套路有龙门太极剑、太极刀、太极扇、太极金环、太极杖、太极笔、太上拂尘、龙形剑、龙形刀、龙门金笔、龙门边杆、龙门十三枪、齐眉棍、大关刀等。 对练套路主要有龙门八套、龙形剑对刺、铁扇对敲、对边杆等。龙门太极拳的主要技术特点是踏罡坐斗、形似游龙、开合吞吐、神静体松、柔中御刚、虚实互换。 悬腰转膀，顿足斗弹，踝步低桩，快慢相间，行拳如山泉细流，缠缓不绝，发力如苍松微摇，动中求静。本篇特邀龙门拳掌门，广东省佛山市西樵山白云洞。 云泉仙馆道家武术总教练李法军道长讲解示范。李法军，俗名李闯，字百川，道号西秦子，道教全真龙门派29代传人。李道长幼成家学，习练长拳。 后拜全真龙门派28代传人，龙门拳掌门周四龙道长为师，习练龙门太极拳，历数十载春秋，对龙门太极拳有较深的研究。李道长在本系列片中对每一动作进行了详细讲解示范，动作准确，功架规范，是一部直观形象的影像教学片。
现在我们对龙门太极拳一路上势第一段进行动作分解教学，下面采取口令式教学，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练习。第一动，无极式。无极式乃无动之动，动之始也，是动作的开始，是蓄气的必须要求做的动作。通过本动作可以达到沉心极意，精神内守，全身上下和谐，气血流通通畅。第一动的动作要领是两脚跟并拢，两脚尖自然外展，两腿自然松直，沉肩坠肘，食指松散展内涵，两手贴于身体两侧，舌底上颚，牙齿轻扣，嘴唇微闭，两眼向前行驶。第二动，上步撩衣，我们采取口令式教学，请跟我一起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再练习一遍。本动要求气定神闲，身体下沉同时要求气血下沉丹田，两掌腹前相叠，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悬腰伸背，背腰自然松直。按照中医的理论来讲，人老筋剔，就是说人老了很快就收缩了，佝偻了，
道家是沿着按照中医的要求方法采取锻炼修身养性的，要求人动作舒展大方啊，达到延缓衰老的一个目的。第三动，一阳出动，动作分解，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完整演练。本动要领，提肘开步，气沉丹田，双掌上捧，食指松散，掌心寒，伸掌揽抱，如托重物，气一上体，沉气，沉宽，玄要凝动，贯彻其中啊，中医讲胜者腰者胜之腹，玄要凝动是本龙门太极拳的一大特点。由始至终，每一个动作都要注意注重腰和肚的反向拧转。第四动，光透连尾，动作分解，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完整练习。本动要求，光头两尾动作时，胸腔开阔，气沉丹田。两掌抱头时动作要缓慢，两掌心对着后背的风池穴。风池在中医上来讲啊，这个穴位呢可以预防感冒，调整大脑啊神经，安眠祛风醒脑。所以呢，掌抱到后脑勺的时候，落掌要轻要松要慢，略是停顿再向下按掌。第五动，动作分解，金龙裹珠，请大家跟我一同练习。一、二、完整练习。好，本动要求双掌画弧，左右开展同时进行，屈膝下蹲，呈右腚部，注意右脚尖去点地面啊，两手心上下相合，成秋式。
第六冬，动作分解，野马分鬃。一、二、三，完整演示。本动要领：野马分鬃。本动在太极拳里边是一个用的棚经，棚立在背前沿，前上沿，所以在旅长棚的时候，小旋腰棚起，左掌后捋反向用劲，然后双掌横捋，翘脚后坐。第七冬，云中舞袖，右势。现在进行口令教学，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一、二、三、四、五。好，完整练习。本动要点：云中舞袖，按在现在的话来讲，就叫搂膝推掌。它的重心重点在于搂。什么叫搂膝呢？左手一定要围绕左膝，搂绕半圈的叫搂膝，掌右腰间旋转推出，力达掌外沿的后细穴，然后平行后捋，捋力达掌心，按沉气沉宽，身体整体向下边按，弓步推，推掌推出，力达后膝，左背成虎，掌心斜向下，置于体左侧。下面进行第八动分解教学。第八动，狮子大捋，一、二，完整演练。好，本动动作要领。平行后捋，立贯掌心，劳宫穴，左掌配合右掌，大手向下，左脚尖翘起，上步转身，注意腰旋膀转，手法随竖捋变横捋由步伐的转换和腰的旋转带动本动完成。第九动，云中舞袖，左势。动作分解：一、二、三、四、五，完整演练。
本宗要领统第七宗。动作分解教学第十动，狮子大吕左势，一二，完整练习。本宗要领旅长转身，首先呢右脚外捻，左脚上步转身，两脚之间，两脚的方向和距离，方向大约是正常的平行运行线的45度啊。右掌搭于右腮前，左掌屈背肘下坠，掌心内含食指散，十一动，十一动动作分解，云中午休右，一二三四五，完整演练，起，本动要领与前两动云中午休相同，不再赘述。十二动阴阳两翼动作分解，一二三，完整演示，本动要领靠脚马掌，马步马掌啊，靠脚马掌旋腰凝度，腰向右旋，肚向左旋，反拧反转，脚
脊、腹部、主指腹部脂肪堆积，可以达到减肥量身的目的。同时腰旋体转，摩擦两肾，肾者乃生命之本源，肾脏功能衰弱的慢，肾脏功能强盛，那么你的腿呢就不觉得疼，人一天就有精神。正如中医所讲，肾主骨纳气啊，肾强壮了，心脏自然好，肝脏自然好。肾属水，肝属木，肝烈的清泉浇在肥沃的土地上，脾和胃长出苍天的大树。如果肾脏功能水源坏了，那么你腰酸腿痛背佝偻，然后糖尿病前列腺炎宿主病症全来了啊。所以这一动呢，强严格的要求旋腰转体啊，然后重心下移成丁步横捋式啊。十三动八虎推山，动作分解。一、二、三、四、五、六，完整演练。本宗动作要领，八虎推山，顾名思义，将双掌推出，拇指微扣去，剩下八个手指头。本动要求开步提气，由丹田运气走长墙过命门，上大椎通达两背，走手三阳经，贯穿手手掌劳宫穴，通达食指，气血运于末梢。这个要求动作上呢，要求捧掌的时候力由脚下生，蹬腿挺腰，瞬间捧掌，双背微屈，掌上捧，平行后捋，腰旋转，沉气沉宽，气下沉，蹬腿挺腰，瞬间掌推出。十四动顺水推舟，动作分解。一、二、三，完整演示。动作要领，顺水推舟，顾名思义，借力打力，你用千斤力，我只用四两啊，用这个词来形容什么意思呢？就对方用拳打你的时候，你借他的力履带回来啊。如果他向后撤呢，借他后撤的力掌再反打过去。这一动呢，这一动的要求履掌旋腰，用腰的旋转带动双掌的后履，用腰的旋转带动双掌的向左推出。腰者太极之母，太极呢时时动动都要留神在腰脊，腰旋体转，上下通达四肢八节，才能完成一个动作的和谐与协调啊。所以在做捋的时候，一定要用腰的旋转
再动，双掌的捋推，15度，孤雁出群，动作分解，一、二、三。完整演练，起。本动要领，屈身下蹲成丁步，两掌画虎要松展，右掌呢画虎抱于腰间，左掌呢向上抬起，掌心斜向前，同时右脚尖下垂提膝成独立两掌，16度滚肚掌，动作分解教学，一、二、三、四、五，完整演练，本动要领，滚肚掌，顾名思义，掌的滚动由掌的滚动而命名的。这个动作呢，在龙门太极拳里边是一种靠法啊，静身靠打啊，单腿开步顺腰，推掌旋腕，力量呢？由脚传感腰啊，蹬腿顺腰啊，挺腰瞬间推掌，掌的旋腕滚动，左背呢要微弯曲向前挤出，上下手左右两手相配合啊，与腿掌形成一个茧子状，将对方推倒，所以呢力有脚下生啊，腰旋膀转手法根啊，不可脱节。17度霸王分天，叫分脚登掌，动作分解，一、二，完整演练，本动伸掌蹬脚同时进行，不可分开来做。金刚倒堆，动作分解，一、二、三，反向演示，一、二、三。完整演示一遍，本动
动作要领，捻脚转身，裹膝洗脚，呈跺子脚，转身的角度呢，与平行180度线，大约是45度。啊，右脚踏地无声，入立薄冰。注意裹膝，腿由外向内裹踏，在龙门太极拳里边把这一动称为结法，拦截的截，用腿截，对方用腿踢我，我不用动手，啪用脚斜向45度截他的腿，啊，截他的腿，然后跺他的脚，啊，截他的，假如说他右腿来踩我，啊，我用左腿截腿，然后踏他的左脚面，啊，这是他的用意。十九动，剑发连珠，一、二、三、四，完整演示。反面演示，一、二、三、四、五，本动要领，转身、开步、搂膝、冲拳，要动作连贯。一气呵成，特别是冲拳如连珠箭一般，要快速有力，抖弹打出，走，一定要快走啊，不能含糊啊，去如风回如箭，打倒还嫌慢，要体现一个快字，叫柔中见刚，慢中生快。二十动，抱虎归山，动作分解，一、
二、三、四，完整演示。本动要领：懒暴，气宜下沉，脚尖翘起。分掌，懒暴，气宜下沉，重心后移，左腿脚尖应当翘起。二十一动，白虎坐坡，动作分解。一、二、三、四、五，再做一遍。反向演示，一、二、三、四、五，好。本动要求上步转身，气沉丹田，呈守门式，右掌置于左肘下方。呈弧度，左背内屈外圆，掌心松寒向下，气沉丹田，其微内展外展，啊，右其微外展。二十二动，动作分解。定海针，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一、二、三，完整演示。本动要求掌叉膝合同步进行，不可分开来做。二十三动，挽弓射虎，右式动作分解。一、二、三、四、五、六，完整演示。本动要点，蹬脚，脚尖勾起，力打脚跟，蹬脚。然后呢，落脚，上步，右手向前上，画弧，双掌打开。开步时呢，身形向下，提起开步，右手向左前画弧，如开弓勾弓一样的向后拉出，啊，拇指要屈成勾，左手呢成一阳诀，也就是一指竖起，啊，
向左侧推开。本动呢是一个擒拿法，练习本动一定要双手同时开发啊，在擒拿里边叫绝背。24动，挽弓射虎，左势动作分解。一、二、三、四、五、六，完整演示。本动要领，从右势25动，抱虎归山。一、二、三、四，完整演示。本动要领，从第二段抱虎归山，这里不再赘述。第26动，抛鹰轴，动作分解。一、二、三、四，反面演示。完整演示。本动以上步抛肘，发力弹抖啊，把将这个合劲呢灌到右肘的肘尖啊，上步捻脚转身，抛肘起掌蓄气，气意上提，画弧转身，气意下沉，开步抛肘，气灌肘尖。27动，一阳诀。一阳诀顾名思义是手指成一啊，中指、无名指与小指蜷曲于掌心，拇指扣压于中指第一骨节，食指向上竖起。下面咱们开始演练。一、二，好，反面演示。一、二，动作要领。阴阳诀呢，是一个反抓一种手法，当对方用右背抓住你左肩时，
迅速用右手扣押抓住对方的右手，使他不能逃脱，同时用左手左背的合劲磕压对方的肘关节，将敌制服。那么就要求双手啊，要用一种合力配合才能完成本动。玉女穿针，左势，一、二、三、四、五、六，反向演示，一、二。三、四、五，完整演示一遍。本动要领，起脚，上步，转身，分掌画弧，要一气呵成。两手在上步转身同时，由指成掌，然后再由掌成指。右手捏诀，抱于腰间。左背内裹左指向左前约45度方向指出。下面再看一遍我的示范。注意意念同动作，气血与动作要高度的结合，出指意念随着出指方向同时意念达到十全穴啊，达到十全穴，达到这个手指尖端，气血跟着动作同时要达到指端。下面做右势，一、
二三注意国背四注意提气五再示范一遍本动要求与要领同左视三十动雪花盖顶动作分解一二完整演示分动要领全腰换步摆掌左掌推出要一气呵成不可断劲三十一动翻花舞袖动作分解一注意一右腿的摆动捻转现在完整动作一二二捻转完成以后二转身起脚啊然后呢左掌由上向下劈下右肘向上提起本动要求起跳翻身劈掌三位一体一气呵成三十二动动作分解白合亮刺一二三四再示范一遍本动要求上步左脚先动右脚跟随旋体转腰气下沉摆掌开步两相随一气呵成将动作完成三盘落地动作分解一二三四完整示范本动要求提调丹田之气贯于双掌旋腰凝度气下沉本动是一个靠法现在再看我示范这一动左旋腰右凝度腰与肚子反向拧转达到摩擦肾脏之要求然后提膝呢
上掌向下划弧，有两侧向上端起，右脚右开，落地右旋，凝身转体向左，气血下沉。34度，迎面锤，动作分解。一、二、三、四、五、六，完整示范。本动要求调动丹田之气，气走督脉，上达大椎，贯穴肩贞，通达两手手三阴经，至最后直接运达于全背，外劳宫穴，将拳推出。这时候呢，气出全发，气回丹田，形成一个小周天的气血运转，这是太极拳，道家太极拳的根本，气血运行与拳势相合，外修外行，内修丹气。35度，风耳垂，动作分解。一、二、三、四，完整示范。本动要领从迎面锤，36，金刚倒对，动作分解。一、二、三，完整示范。本动要领从第二段金刚倒对，牵定坤安。一、二、三、四，再示范一遍。本动是龙门太极拳上式的收式。端掌提气，贯双掌的劳宫，劳宫穴相对风池穴，双掌相按，气回丹田，然后在原处略战片刻，再离开练功场所。
南岳名山蜀二乔，东桥罗浮山，西有西桥山。道家仙宫云泉仙馆坐落在风光秀丽的西桥山白云洞风景区内，云雾飘渺中静听晨钟暮鼓，清禅清隐。晚风袭来，幻象尽出，奇葩风景如画。数百年来，仙馆香火鼎盛，高道辈出，世间早有传颂。